谭大人，王大人，两个贪官都押来了。他们两个押来了，别的还动不了呢。把这两个贪官押到聂斯衙门大牢里去。是，押走。里面去的，完全是官逼民反。 泰州的盐矿一个月前就开始渗水，井工知道要井喷，不愿意下井，井主就买通了监盐务的太监。那太监命泰州知州派兵丁押着盐工下井采盐。眼见着冒水，不出一个时辰，井喷便起了，整个盐井一片汪洋，200多盐工一个人也没逃出来。 德行的铜矿已经挖了4年了，矿主一直不愿意运木料加固矿顶。整个矿全塌了，300多矿民逃出来只有十几个。两井矿死了这么多人，豪强居然天粮丧尽，连一点安抚孤儿寡母的钱都不肯出。苦主告到官衙，泰州和德行这两地贪官，反把苦主抓了100多人关在牢里。 许多人又告到了上衙，上衙又抓了100多人，这才引起了暴乱。原因只有一个：以宫里的监矿太监为首，德兴和泰州从县衙到州衙到府衙，每年都在井矿拿分润银子，这才酿此大祸，百姓怎能不反？自立兄，朝廷有名誉。 这件事让我与你直接会同处置。地方官员由我会同南京督察院严审严查，然后上报朝廷，查出一个就抓一个。宫里监井矿的太监，则由你密奏皇上严参。你去把门关上。 任何事，任何人不要来烦我。是。又有谁打招呼了吗？这个案子已经不算什么事了，你也不能在南京待了，明天就得立刻回京师。两个矿死了那么多人，又引起了这么大的暴乱，案子刚刚开始查，你现在让我回北京？ 北京那边出了更大的事，而且牵扯到你。内阁和北京督察院都来了文，你必须立刻返京。刚峰出事了。是。海刚峰已经被抓了。他上书了。 是，奏疏的抄件，内阁已经极力给我，触目惊心呐。可否给我一看？你最好一个字不看，一个字都不知道为好。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怂恿我，想督察院讨了这个差事离开北京。我早就应该想到，他这是不想牵连我。 太夫人呐，嫂夫人还有身孕呢，他们怎么办？你不要管了，你也管不了了。说到底，是我误了他。驾境40年，要不是我力荐他出任淳安知县，他现在已在老家采菊东篱了，也不会惹来这场杀身之祸。 太夫人、嫂夫人已经被李太医送到南京了，天大的干系，我都会照看他们。你回到北京，一是把自己说清楚，二是这边牵扯到宫里拿赃银的事，先一个字也不要说。这个时候再牵扯到宫里，陈洪更会怂恿皇上杀人的。给我备马，我现在就走。
哎，小心点，小心点啊！来来，把梯子搬这边来，搬这边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啊！来，哎，棍子拿高点，人都停下来，小心点，让贵客过去。太夫人，夫人，李先生，里边请。李太医，这是什么地方？这家是我的朋友，也是刚峰的朋友。前院是染布、踹布的工厂，后院还有织布的织坊。再往后，就是太夫人、嫂夫人住的地方。安排你们住到这儿，就是怕你们寂寞。白天呢，可以看看他们织布，把海南的织布技巧传授给他们。一旧两遍，你们住着也安心呢。多成李太医想的周到，白天能帮他们织些布，也不白住人家的屋子。李太医，刚才你说这家主人也是主席，我怎么没听说过？哦，说起来太夫人就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刚峰兄任淳安知县时那个杭州知府高知府。嗯，后来经理抓了又被罢了官的那个翰林，正是此人。哦，太夫人请啊。这边这就是安排我们住的地方。对，就是这里。我们家老爷和夫人听说太夫人和夫人来，真是高兴得不行啊，特意吩咐请太夫人和夫人一定要住在这里。你老要是不住，小的们就要挨骂了。我家老爷和夫人正从松江往南京赶，今晚就能到。今天3月24了，汝贤说他5月初就能到南京。李太医，这一个多月你不会走吧？啊，我会等刚峰兄来了以后再走。哦，既然李太医也住这里，打搅人家也不过一个来月，我们先住这里，等汝贤来了再搬走吧。但听婆母的。这就是了，来，我扶你老。50岁的儿子，在海母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对母亲说过一句谎话。可这一次，儿子对母亲的承诺将成为永远不能相见的等待。转眼到了5月初，朝廷的清流理学之臣已经聚集在督察院大堂，奉命在这一天驳斥海瑞在奏疏里攻击皇上的言辞，然后论罪。怎么床和桌子椅子都没有啊？先搬吧。是。开门吧。是。就放在这儿吧。是。我姓石，是新任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有话问海主事。我是奉旨来问话的。皇上说了，你可以坐着回话，也可以站起来回话。不用我帮你站起来吧？
你是个清官，这是皇上的原话。皇上说了，你想做比干，他却不是纣王。大明朝不是商朝，没有比干，也没有纣王。这句话回得好，我会如实回之。我来有两番意思要告诉你。第一番意思是皇上的意思，你听好了。请说。现在已是卯时，再过一个时辰，你就要在督察院大堂受审。审你的是督察院、通政史司、翰林院国子监那些御史翰林和给事中。你的奏书也都早发给他们了，他们要将你说的那些不通的话一句句给驳了。皇上叫我问你一声，面对他们的驳斥，你有没有话回呀？该回的便回。哪些该回？哪些不该回？啊？要找死啊？通惠河跳下去便是，买根麻绳也不过两文钱，偏要搅得天下不安。海主事，文死谏，武死战，那全是狗屁，只有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的人才信那一。一句话，待会儿到了督察院大堂，你在那些人面前认个错，皇上就会放了你。啊，那些人也不会因为你再受牵连。我想听石公公的第二番意思。你的那道书已经牵涉到了我大明朝的根本。我说这话，你听不听得懂啊？请说下去。大了我不说，就说宫里镇抚司，就有很多人受到了你的牵连。吕方、吕公公，人都到南京去了。黄公公，阿弥陀佛似的一个人呐，为你说了几句话，现在还关在东厂的大牢里面，天天受折磨。对你一直不错那个齐大柱和朱七也都被抓起来了，还有你那个好朋友王永吉也急调回京了。你要是不认个错，这些人一个个都得死，你知道吗？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我怎么救他们？陈公公，阁老，陈使整了，是否应该催催？那个海瑞该押来了。不急，海瑞什么时候押来，还得后旨。皇上都替你想好了，你就说圣人的书没读好，把孔圣人、孟圣人和黄老给弄混了，才说了那些疯话。你醒了罪，皇上就不会治你的罪了，而且还会破例把你调到国子监去。表面上是让你去读圣人的书，实际上都给你安排好了，让你参加贡考。你不才是个举人吗？参加了贡考，八贡九卷到都堂，你的科名就有了，圣德巍巍，你的前程也就有了仕途的底子，这可是千古未有的一段君臣佳话。请公公转奏皇上，我海瑞无话回奏，要奏只能用圣人的话回奏。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曰，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请皇上多想想我大明朝的社稷江山，多想想天下的苍生百姓。
我个人的死活不过如一片落叶化为尘泥罢了。那么多人审你，谅你也不会心服口服。皇上叫我事先将这些人驳你的话都告诉你，想听听你是怎样回他们的话。既然有旨意，该回的话我都会回。大人能否告诉我你在哪个衙门任职？和你一样在大明朝任职。你只管回话。那就请问吧。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问你，我华夏三代以下可称贤君者该首推何人？当首推汉文帝。文帝之贤，文景之治，后世莫不颂之。你却在给皇上的奏书里引用狂生假意之言，求权苛责，借贬义汉文帝以贬义当今圣上。如此贤君尚被如此攻击，你心目中的贤明之君是谁？尧舜禹汤。李清源问的是三代以下。臣的奏书里已经说了，三代以下汉文帝堪称贤君。李清源问你，继任汉文帝为贤君，为何反则文帝悠悠退训，多代废之政？这是不是在影射当今的皇上？什么不回话？此言不值一驳。不值一驳，还是无言回驳？臣的奏书他们没有看懂，他们也看不懂。因此不值一驳。好大的学问。有旨意你必须回驳。汉文帝不尊孔孟，崇尚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因此有悠悠退训之短，待废政务之弊。但臣仍任文帝为贤君，因文帝又有亲民近民之美，此属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与民休养生息。既知景帝
光大文帝之德，实有文景之志。可是当今皇上处处自以为效文景之举，二十年不上朝，美其名曰无为而治，修道设教行，其实是大兴土木，设百官如家奴，视国库如私产，以一人之心夺万民之心，无一举与民休养生息，以致上奢下贪，耗尽民财，天下不治，民生困苦。要我直言，以汉文帝之贤，又有废政之弊，当今皇上不如汉文帝，远甚。大明朝设官吏数万，竟无一人敢对皇上言之。我若不言，煌煌史册自有后人言之。请大人将我的话转问李清源，转问那些要驳斥我的百官，他们不言，我独言之，何为影射？我独言之，百官反而驳之，他们是不是想让皇上留骂名于千秋万代？独你一人是忠臣、良臣、贤臣？我只是直臣，无父无君的使臣。大人，能否将我的话转奏皇上？说。我四岁便没了父亲，家母守节，一人将我带大，出尔为官，家母便谆谆惠之。儿虽无父，既识君禄，君及尔父，其实岂知我海瑞一人视君若父，天下苍生无不视皇上若父。无奈当今皇上不将百姓视为子民，中庸元党以来，从宫里二十四衙门派往各级的宦官，从朝廷到省府州县所设官员，无不将百姓视为鱼肉。皇上身居西园，一意玄修，几时察民间之疾苦？几时想过几千万百姓虽有君而无父，虽有官而无道？梁景一十三省皆是饥寒待毙之婴儿，刀俎待割之鱼肉。君父知否？
个字：无父无君，弃国弃家。赶快抬走，抬走！怎么回事？都四十了，是不是另有旨意？是。有旨意。皇上口谕。海瑞何许人？无父无君，弃国弃家之徒而已。自绝于君父，自绝于朝廷，勿庸和他理论。着徐阶、陈洪率内阁司礼监会同百官论罪便是。钦此。奴婢领旨。臣等领旨。石公公，皇上怎么说来着？是论罪还是定罪？是论罪。那就论吧。徐阁老，怎么论？内阁拿主意吧。各位请坐。海瑞那道奏书一月前就分发给了诸位，诸位也都写好了驳他的奏本，大家就照着自己的奏本论吧。怎么着，都想抗旨吗？孽障！从左边第一个开始，一个个的说。陈公公，当初奉旨叫我们写驳斥海瑞的奏本，我们都写了，可是海瑞本人没有到，我们所问的话谁来回答？无人回答，那让我们怎么论罪呢？哼，反问得好。你的意思，你们的意思，海瑞不来便论不了他的罪？那也好，我来挨个问，你们来答。李清源，下官在。海瑞有罪无罪？有罪。什么罪？不该在奏书里以不敬之言力骂君父。没了。下官已经回答了。我问你，他立马君父那些话对不对？立马君父便是不对。绕圈子是不是？我要你回答，他骂的那些事，骂的那些话对不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更无不是的君父。
你们想回答的都是这两句话吗？回臣公公，这两句话，第一句是圣人说的，第二句是今年正月玉王爷对臣下等说的，陈公公若认为不妥，下官收回就是。你接着问。既然大家都写了薄海瑞的奏本，我看就把奏本里的话摘出来转成一本，然后由内阁用邸报发至各省，三法司也可以以此定海瑞的罪了。石公公，这是正论。要不然每个人把自己的奏本念一遍，几天也念不完。那就把大家的奏书都收上来吧。慢着。有些人的奏本已经誊成了一份交到了宫里，可有些人的奏本还没看呢。王永吉，下官在。你的奏本好像就没有呈上来吗？是，下官的奏本是昨晚赶写的，今早写完的。你的奏本里是怎么论海瑞的罪的？微臣公公并禀报徐阁老，下官的奏本写的是这一次奉旨清查开化德兴两县因官员贪墨造成的矿民暴乱一案的始末，请内阁司礼监转呈皇上。露出尾巴了不是？2月17，群臣上贺表，海瑞上了那道辱骂君父的奏本，今日旨意叫大家上驳斥海瑞的奏本，你却上了一道什么清查贪墨的奏书，两个人配合的不错嘛。王永吉，我问你，海瑞上的那道奏本你们是如何商量的？微臣公公，海瑞上这道奏书并没有与我商量过。咱家瞧不起的就是你这号人。司礼监接到的呈报，去年7月海瑞被调到京师，就你与他频相往来，多次彻夜长谈，等到海瑞要上书了，你却向督察院讨了个去南边查案的差事，现在海瑞抓起之后你再回来，你当然可以推得干干净净，可又觉得写个奏本来驳斥他实在说不过去，便弄了个长案的奏本来蒙混过关。王永吉，你也忒小人了吧。啊，我做大明的官，无需公公看得起看不起，大明朝这么多官员，也不是陈公公说谁是小人谁就是小人。那你就回咱家刚才那些问话，你怎么不是小人？海瑞上那道奏书并不是与我商量为商量，而是他做人做事向来无胆无私，不愿意跟任何人商量。正因为我与他有伯牙子期之交，他才在上书之前就极力劝说我向督察院讨了那份差事去南方查案。今天想来，他也是不愿牵连我而已。就此一点，海瑞不愧有古君子之风啊。与他相比，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小人，可不是陈公公说的那种小人。
你说什么？你说海瑞有古君子之风？海瑞做事只敢做敢当，做人不牵扯别人，古君子也不过如此嘛。你们都听到了，五伦之首第一便是君臣，今天论的是海瑞对君父大不敬之罪，你无需说什么朋友之道。赵大人，这个王用吉好像就是你当年在浙江当巡抚的时候推举过的人，你说说他的那些话该怎么论？徐阁老刚才说的话就是政论。怎么是政论？出尔为是识君之路，把君臣大义抛在一边，却大谈朋友之道。赵大人，王用吉和海瑞这个朋字在这里该怎么解？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在朝官员不论君父，只论朋友，便是朋党。承认是朋党就好，按内阁的意思，将这个朋党给我抓了。慢，徐阁老，在下的奏本里有参陈公公的手下兼景况太监贪墨的情状，往内阁转呈皇上。他办的是亲案，这份奏书就请司礼监呈交皇上吧。肃静！内阁既然说在这里无法论罪，就按你们的意思，把个人奏本里驳斥海瑞的话摘出来，交三法司定他的罪。还有这个王用吉，还有宫里的黄锦、镇抚司的朱姬、齐大柱，都是朋党，一起论了罪，你个票，报皇上。会同三法司，按司礼监的意思办吧。真者吉也。启奏皇上。孟静，黄锦，
里参五钱，党参十钱，白芷五钱，陈皮九钱，百十全大补嘛。黄姐，黄姐，叫这两个废物滚出去。黄姐，主子，奴婢在。去找把李时珍给朕开的丹方找出来。是。嗯。请问主子，什么李时珍，什么丹方啊？是看海。